莲生活佛于1998年传授尊胜佛母不共大法之后，2002年9月22号，台湾雷藏寺的龙边山脉由香港雷藏寺尊胜陀罗尼咒床筹建小组捐助，成功的筑立一座佛顶尊胜陀罗尼塔。尊胜塔在安座完成的时候，天垂异象，台湾雷藏寺很多的法师和工作人员都亲眼目睹，在组装安立最后一层五轮塔的时候，突然乌云密布，晴天变成阴天，只有在尊胜塔的上方，厚厚的云层密布，露出了一条的缝隙，阳光就从这缝隙间直接照射塔身，一直到塔尖组装完成。这时候又刮起了阵阵的强风，下起倾盆大雨，霎时在塔的四周闪电打雷，电光石火，还有一束强烈笔直的闪电在塔周上方天空直直落下，雷声轰隆四起，风雨雷电瞬间变化的天气，约莫半小时之后才恢复大太阳，湛蓝的天空云朵片片，仿佛风雨洗尽尘埃，令人不可思议。莲生活佛也说，只要有尊胜佛母在的地方，它发出的光芒可以涵盖整个地区，甚至整个周围都可以受益。所以在虎山，台湾雷藏寺感谢十方，让尊胜塔能顺利矗立，气势非凡。在塔上若能以清净心念佛持咒绕塔，融入那自然界之中，灭罪消灾，功德无量。莲生活佛在《见神见鬼记》这一本书当中提到，叶子湖闭关期间，先王瑶池金母降临给予指示，台湾雷藏寺已在大佛的上方平台建一小庙供奉我。圣尊问，愿闻在大佛上方平台建一小庙供奉真身之事是何因缘？瑶池金母答，只因西方极乐世界真是福地，但世上之人对出世法善根器者少，根行浅薄，有缘者不多，所度化众生有限。金母又说，众生又因运逢杀劫，多生事端，不能以善法度脱众生。如果立我为主尊，我观察众生根器，或神或仙或佛，各成其品，所度众生将会更多，不至于有所漏失也。金母以入世法度众生，佛以出世法度众生，入世出世同样重要，入世即出世，出世即入世，二者不可偏废。瑶池金母对圣尊有许多的宝贵开示与指示，至此圣尊莲生活佛写诗一首，三昧之中各宗各教各有分别说，人自领悟，独我一人明心有结仇，千般言语万篇言论，叫后人如何去贯通，这些事实在悠悠，我但心中走过道险密及其他，不用忧也不用愁，他人也许皱起了眉头，瑶池金母西方三圣如何可能会聚首，我只有些怨，为何世人宗教分别多，左求右也求，上天指示各不同，只我这一人心中容下诸圣贤，原来都住在同一楼。由于莲生圣尊在书中这样明白的指示，台湾雷藏寺的上师法师们开始开山路，辛勤整地，终于2005年4月30号，瑶池金母殿正式安座。当天奉请瑶池金母金身上山的时候，大雨滂沱，但是安奉金母金身之后，立刻万里晴空。2006年的农历初一，莲生活佛也来到了山上的金母殿，
并且说这是基姆的真身下降，天地一现，瑶池基姆要发挥了。台湾雷藏寺有全国最高的大雄宝殿，挑高7层楼，为全国最高寺庙的建筑，足以媲美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。宽敞的殿堂内供奉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韦陀菩萨、伽蓝尊者，庄严无比，是国内室内最大的佛像。寺内密坛的坛城上方的天花板是密教著名的九会曼陀罗，宫雕五方五佛和悲智愿行四大菩萨。大殿的下层是密教的特色，而供道家瑶池基姆，这是因为圣尊曾修习瑶池基姆丹顶派的道法饮水思源，所以特别尊崇瑶池基姆的缘故。雷藏寺的诸佛菩萨配置供奉是莲生活佛亲示的，显在外，密在内，真佛宗是道显密圆融，所以台湾雷藏寺有道显密的特色。在清幽的台湾雷藏寺里，寺中有出家众数十人，早晚以圣尊莲生活佛教导的真佛密法诵经持咒修行，梵呗声不绝于耳，恭敬诚心，每年办理4次大型的法会，包括农历年初祈福大法会，5月庆祝莲生圣尊佛诞大法会，7月中元超度大法会，以及年底的梁皇宝忏大法会，而且在每周日都有护摩法会，为信众习灾祈福及超荐，慈悲济世，功德圆满。真佛宗根本传承上师莲生活佛的誓愿是粉身碎骨度众生，而且不舍一个众生，和地藏王菩萨是同等誓愿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但见众生在娑婆世界受无明之苦，也希望弟子能够致力于老人院，临终关怀，真佛墓园。所以雷藏寺的上师和法师们依照圣尊的教示，在寺的虎边也顺利地完成灵骨塔殿，2006年的春天取得了正式的灵骨塔执照。在这里，全国地理风水最盛之地，中心新村之前是虎山的头，飞虎穴有来龙，有宝穴，有双沙，有梅水，景观优美，优雅脱俗，莲生圣尊题字为西方净。圣尊也开示，拥有此塔位即拥有圣家的风水地理，现世不但可以当生机地点，往后供奉骨灰也可修持有成，迅速成佛，功德福德绵延后代。因为我们每一次啊，就是说人家的供养全部买塔位了，那么我一定会住在那里。大家不是讲说永住世间吗？不住涅槃吗？啊，永转法轮吗？我就是住在台湾的灵骨塔位间，我也在转法轮呢。所以欢迎啊，欢迎大家来同居，欢迎大家一起同居。我一想到这个大家真佛大家庭，大家一起同居啊，我就非常欢喜。雷藏寺是佛教圣地，更是建筑圣建。莲生活佛勉励台湾雷藏寺有4大方向，第一就是实修，
让道场的建立便利大家的修行，多方配合同门的时间，提供大众实修真佛密法。第二是弘法，配合道场开展文宣工作，将密教色彩的景观及殊胜呈现给游客信众。第三是朝山，多举办朝山礼拜，利益人天，植入优美境地，疏解信众的胸怀。第四是福利，要推动社会福利工作进入群众，使入世及出世都能够同步前进。台湾雷藏寺从1987年动工兴建，直到现在正式落成。感谢根本传承上师莲生活佛、瑶池金母、诸佛菩萨、护法金刚、龙天空行，感谢十方大德。雷声震响十法界，藏我如来显真如。衷心的盼望，因缘际会，开出万万朵的莲花。